各位網友，哇！今日點解會黑曬咧？個 backdrop 點解咁啊？我認為黑曬都 OK 嘅，係 OK， 就等於我哋而家嘅心情一樣，係 OK。咁當然啦，心情係咪好黑咧？唔係，係唔知點樣表達。咁、但係絕對唔係因為我哋黑色嘅 backdrop 咧，就當我哋黑社會嗱，千祈唔好咁樣諗。OK， 即係呢個係即係老實講，我哋係光明正大嘅。好啦，咁啊，今日我哋節目一定要做快啲啦，因為點解咧？嘉賓咧應該咧就安排咗大約七點鐘咧就會請嘉賓嚟對住就會到㗎啦。對住鄧炳強一陣嘉賓嚟到嘅時候，我哋整下啲青山綠水又好乜都好啦，你嚇親佢啊！係啦。當然啦，如果可以嘅話，就等下嘉賓咧，因為我揾到好多問題啊。頭先咧，我喺個節目之前咧，因為我已經有啲僆，有啲小朋友啊，即係我哋平時唔覺得十零廿歲咯，即係平時我唔覺得係我哋嘅網友嘅聽眾已經上咗嚟買咗書，咁我咧就問佢，佢哋比較熟悉我哋嘉賓嘅，我係乜都講得㗎，乜都問得，係啊，你都得㗎。咁我有個擺喺心入邊咧，好耐好耐嘅問題，我上次已經想問下 Alice 㗎啦，我冇問到，因為我覺得真係好難唔出口。我頭先咧。就諗住一定要問嘅，好似我咧條標題都寫咗咧，啤梨哥終於將一個埋在心裏三十年的問題問出口，我都寫埋喺度啊。問埋 Alice 下次。咁我咧就係想問，喂，其實點解唔做雞咧？咁但係跟住我一咁講咧，阿十三佢話：你唔好咁問啦，你真係好女仔唔中意喎。各位，咁我可以用個，因為其實我唔我嗱，首先我冇睇唔起雞先，即係我覺得我問過我家姐啦，問過我老婆啦。問過十三妹啦，問過所有，甚至乎而家 Vicka 都唔走啊！佢明明今日上嚟同人驗血，點解唔走啊？我唔知啊，咁或者如果你哋喺附近啊上嚟揾佢驗血啦 ，OK？ 佢明明做話驗到六點鐘啫嘛，都唔走，OK？ 咁我哋一致異口同聲話，梗係寧即係寧願做雞多過做 AV 拍 AV， 兩樣做曬啦，怪六煲。唔係，即係咁講啊！嗱，老實講，你因為我哋嗰啲老嘢心態啦，係嘛？佢哋後生就認為我拍 AV 係工作，我做雞係出賣自己，唔得。咁但係我心諗，即係我自己我老土啊，我老土人啊，喂，我娶只雞都未必係人都知喎、我拍 AV 一上個網係人都知喎，唔係講我而家喎，可能我二十年後、三十年後，我啲細路仔有細路仔，即係我哋點面對咧？咁我係，但係呢條問題，我覺得真係有啲侮辱嘅，即係我唔知點問啊！大家覺得我應唔應該問咧？如果唔應該咧，唔應該，唔應該就一，因為我大把問題，應該就二。因為我要技巧啲，我技巧啲，我可以點問咧？其實啊，你拍 AV， 你裝不裝？你啊，你有冇有想過？即係你啲好難嗱，唔問就一問就二，大家俾啲意見我啦。不過你哋實意噶啦，但係你哋二，我都要諗下當其時環境啦。即係人哋第一劑嚟香港嚇、發展嚇，而家無端端有個僆仔上嚟又幫我哋換水添喎。嗱，呢啲年青力壯嘅僆仔，犀利啊！嗱，我問佢點知我哋今晚啊嘛？佢哋都話唔好問我啲網友啊，其實我都覺得係有啲難堪嘅。不過唔問就唔係你性格喎。係啦，到時我睇個 mood 啦。到時我睇個 mood， 你唔使用激將法嘅。其實我性格都柔軟啲嘅。係。如果唔係我上次問到 Alice 啊，柔軟啲問咯會。係啊，諗下點樣兜。係啦，婉轉啲問。都係問。唔好兜，唔好咁即係咁直接啊。即係譬如問佢：，哇！你唔驚你拍完片你唔驚第時啲細路仔咩咩？嗱，譬如我做雞，我都當槍。咁都冇人知啊，少聞不少出係啦。咁但係咁樣我咩即係其實咁樣即係兜個圈去問咯。OK， 好啦 ，anyway， 咁我滴滴眼藥水先，各位網友，點解咧？嚇、因為咧我咧頭先咧就上網睇咗好多關於即係因為我冇時間啊，就睇咗佢即係接受喺 YouTube 話原來好紅喎，接受好多訪問咧，即係人哋嗰啲題啊。咁我大概都係即係大家有我哋身去介紹呢、這個。即係將會嚟香港發展啦，因為其實原來佢都係主動聯絡我哋嗰、那個，嚟香港發展，係啊，所以都係影下相啊，賣下寫真咁樣啦。OK，、好啦，好啦，嗱、咦，我開始驚驚地，頭先我又書先睇下，喂，嘉賓到咗未？我又睇下，跟住又睇下，喂，有冇 message 話佢會唔嚟放飛機？有冇？咁又冇 message， 冇 message， 但係嘉賓未到喎，似乎仲係嘛？我唔知啊，因為嘉賓到咗，我應該實知啊。仲三分鐘。Anyway，OK、okay?。好翻嚟，我哋對一對正個焦先，個鏡頭點解會個鏡頭歪咗嘅？點解？做咩啊？好似嗱，我要看住看住個鏡頭，邊度看住你？但係點解個鏡頭歪咗嘅？同埋嚇大咗咁多嘅？係咯，又酸大咗嘅。我哋搞一搞佢先。嗱，先聽我問嗱，等一下，先生有很多網友在這裡啦。嗱，先生嗱，先生我問，先聽我問很高興。OK。我们前来自台湾的朋友
他叫做怎么说你的名字？辛有利。辛有利。OK， 辛有利先生，那我站起来了，你弄一下这个那个镜头，左右啊，我就跟他呢站起来，握握握手怎么说？握手。OK， 那这样子握手，大家看一下，你这你能转这个身子吗？都，网友看一下嘛。哇，你不懒吗？不怕，你不怕懒吗？很热，你有很骚啊，你有这个168哎，166啊，好，差不多了，看去，你不用跟辛小姐握握手吗？你好啊，这个是很历史性的怎么说？那我刚刚呢刚刚为什么我们那么久，我们在开始这个怎么说节目？点讲啊？节目，就是因为呢，辛小姐她很玩啊，她有怎么说？化妆啊 ，OK？ 他说，他跟我说，他不懂讲，他听不懂广东话，所以我有说国语。但是你听得懂我的国语吗？听得懂。真的吗？真的。都听得懂。很厉害的你。啊，很厉害。很聪明的。那我放心很多了。那我们这里呢，有我们常常会问我们的网友问题，我要告诉他们了，他们有什么问题呢？你可以。打在这个 chat room 上面，上边啊 ，operator， 你看看有什么问题，非的问题不要管它，好的问题呢，你记下来，我们等一下问了辛小姐 ，OK， 好了，林康正 ，OK， 那今天呢，那你该要介绍下嘉宾先啦，你的我的拍档 Bruce， 他的国语比我灵光 ，OK， 他有很多问题要问你一下啊，咁你话你的包了。我知道啊，什么？我已经扣起来两次，他你扣包了。哦，刚刚呢，他呢，你弄好了，要不要我帮你啊？不用嘛，可以了。好了，我们首先呢，我知道你不是第一次来香港啊，以前你常常来香港吗？之前蛮常的。经常的。之前有来过的，来干什么？之前来拍摄。